你讲一句说谢谢你辛苦了，你也不愿意，是不是缺乏一点温暖呢、啊？境外组织境外上管的，中央管的，今仔放伫外口无入来，你根本内底都无好代志。啊，这个责任谁要负？中央嘛。对哦，公有政府，所以在你眼中，全部通通都是 Z 的错。组织境外更你鬼嘛？其实我觉得你遗传到马英九总统，马英九总统是通通都是他们的错，都是 Z 的错。他至少对于。以陈时中做一个防疫指挥官，他当然过程中也有人批评，也有人怎么样，那都没有关系。总的来讲，至少哎，伊嘛尽心尽力，好、哦、啊，中央到地方医护防疫，我不是说只有中央，包括地方一样。你讲一句说谢谢你辛苦了，你也不愿意。所以哦，其实我只刚刚好这个部分，坦白讲，是不是缺乏一点温暖呐、啊？你讲说同道一命要有同理心。真的哦、我觉得连这个基本的态度你都不愿意表达，我坦白讲，我很遗憾。你跟我讲一下吧，如果今去年听我的话，组织一千万，所以都是听你的话，内底无无这样的代志啊嘛，你怎么看不懂？你怎么懂起来都唔晓得？所以都是你对，没，唔是你对，因为中央只要都听我侯友宜的话都是对的。起码入境普查后来做了有没有？啊，你古尼你马刚封城呢、啊？哦，提前封城。很多事情有节奏、有次序，不是人家不做，而是事情到了该做的时候就要做。对、哦、啊，古人这样行为的。你古尼你话怎么封城啊？干嘛搞得大家很恐慌啊？对啊，去卖场、去超商，结果染疫的一大堆。我跟你讲哈、哦，很多事情不是你话讲在前头的，是你要的，是你讲哎。做事情有节奏、有次序，还要尊重很多专家学者的会议。新北市也不是全国唯一的县市，你还要尊重各个全国其他地方的意见。市长，我讲的没有道理吗？你讲的、哦，你侯友宜讲的是对的。一半一半而已。我先跟你讲，境外组织境外上管的，中央管的，今仔放伫外口无入来，你根本内底都无好代志。像咱去年听我来搞不了，咱解释你。一定说你去年刚刚做做完就对啊。九月、十月，咱组织境外，大家都无啊。平安到三月份，即马佮开始讲边境开放，经济要复苏，啊，我也嘛无话讲，啊，你着准备内底爱，大家要有感染的，即、這个讲出来是嘛？啊，这个责任谁要负？中央嘛。对哦，公有政府，所以在你眼中，全部通通都是 Z 的错。组织境外更疑鬼嘛？其实我觉得你遗传到马英九总统，马英九总统是通通都是他们的错，都是 Z 的错。